如果世人恨你们，你们要知道，他们在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。你们若属于这世界，世人必定爱属于自己的，因为你们不属于世界，而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，所以世人就恨你们。你们要记住我对你们说过的话：仆人不能大过主人。 他们若逼迫我，也必定逼迫你们；他们若遵守我的话，也必定遵守你们的话。但他们因着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，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。如果我没有来，也没有对他们讲过什么，他们就没有罪。但现在，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。恨我的，也恨我的父母。 如果我没有在他们中间做过别人没有做过的事，他们就没有罪。我和我的父他们都看见了，也都恨恶我和我的父。这就应验了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，他们无故地恨我。